你对哪一个比较有 feel？ 我对那个比较有 feel， 这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看一下我今天的袜子。这是什么招？一、二、三，被三抽了。一，你确定？一，心情超差的，不要拍我。真的假的？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。你没救了。付钱喽。你又来。新觉江崩溃潮玩。其实我们刚刚是去 IKEA 买家具，然后结束就想说晚上比较不热，来新觉江晃一下。然后最新的七龙珠一番赏啊，纳美克星战役啊，又是七龙珠，又来了，嗨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不见。现在战况如何？战况如何？哪一个啊？哦，这里，对不起。婶婶，我们先三抽好不好？你对哪一个比较有 feel？ 看一下。你对哪一个比较有 feel？ 我对那个比较有 feel， 这个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也挑一个。好啊，那我就先三抽了。好了，来三抽。你先帮我挑，好不好？啊？你先帮我挑两张啊，我一张。我先帮你洗牌。啊，掉出来了，这个要吗？好。啊，那你再挑一张。啊，等一下都没抽到。不会了。好了。加加油。好，那我挑一张。好。好，谢谢。三张啊，这个其实已经好久没抽了，因为我蛮没有偏运的，可是 KD 婶婶比较有偏运。你还记得我们过年去抽，然后你把人家最大奖抽走了，然后后面就没有人要抽了。我抽了，我还不知道我抽到最大奖。但我们要当分，我们要回家了，哒啦。F 位，好，今天收工。F 收工。F。F 位收工，好，今天就抽到这里了。好了，我们来翻了这个。好，来你拍第一人称视角。第一抽是什么呢？哎，是什么？哦，毛巾，还是毛巾 ？OK， 继续，这个是你的。第二抽是什么？是你的。没关系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第三抽是什么呢？再多，加油，加油！一，大奖一。哇哇哇！第三个 ice， 好厉害哦！第三抽啦，你确定？第三抽如果没有就算了，啊有耶，就这样就算了，就结束了。Oh, 好，好，第三抽。抽气啊！先把它吸满了。我今天送出很多大奖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看一下我今天的袜子，怎么样？哦哦哦！你好，欢迎。那这是什么招？啊、吸一下，吸一下。好气！一张。我要啦！啊哈！加油！这是我挑的。两张。好。三张。OK。谢谢。我挑的先。来拍一下这边。悟空，你确定在这边这样站得住吗？可以，你不要拍得到吗？一、二、三 ，H。什么？没关系，还有两个机会，加油加油加油 ！H 是什么 ？H 是什么啊？ H 哦，钥匙圈，新的钥匙圈 OK 啦，钥匙圈好。第五抽还有点用，大奖大奖，大，毛巾。哦，好啦。真的。没关系，还有一个机会，不要气馁。我们今天要当做善事了。第六抽，一，差一点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了。哇，今天落赛了。好了，领个奖了。今天的结果就是，今天太落赛了。带回家。对，出去半年不用买毛巾。以后出去旅行就有毛巾可以用了，不用用那个饭店的毛巾了。很环保。对啊，超环保，自己带。环保概念。心情超差的，不要拍我。心情超差的，没有抽到，心情超差的。你不是说抽一番赏是抽一个乐趣吗？啊，没有抽到，谁不会心，谁一定会心情差的吧？这正常的吧？大奖！领奖了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几个 I 啊，四个 I 啊，四个 I， 毛巾大亨，谢谢。等一下你就去挑小小兵啦、啊。好 ，OK。选一个 ，OK。好，谢谢。妈不买。
Blue Man 上来了。哇塞，毛巾大亨啊！你看啊，布马布马，这个好，可以。嗯 ，Cleaning 跟 Gohan， 然后三种好了。布伦加，哎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要谁啊？悟空好了，悟空。我、哦、真的很帅，这次超帅。对啊，谢谢。哇，你开心吗？哦，我超开心的。哦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。好开心、啊。超级开心的，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。学卡哦，你没救了。钥匙圈啊，你选。你觉得要哪一款？这个是复古，就是一开始七龙珠的 logo， 应该是某一个阶段的插画的 logo。然后这个是神龙，哦，这好帅哦！这是后来龙珠 Z 的 logo，然后这个是布马他们公司的 logo。那个你要这个啊？好啊！今天我好快乐哦，我超级快乐的，我抽到超多的大奖，特别是毛巾，超级大的大奖，耶！玩一分赏就是这样哦，剑不好就要赶快收，不要再一直凹下去了。那你会抽到更多的毛巾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哎呀，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工作，用钱来买公仔好了。OK， 来，你挑一盒，挑一盒。啊，等一下也这边开。你最想要哪一款？我最想要这个。哦 ，Bob， 它是 Bob。对。两个眼睛的颜色不一样。对。好，那你挑一个。先让我摸看看。重量。K D 婶婶现在使用他的量子力学在称重。哦，你已经量好，你已经量好了。OK 啊。开，看会是什么？那我先看一下我最不想要哪一个好了。你最不想要哪一个？我最不想要这个。哦，他是 Stewart 吗？我不知道。还是 Kevin？ 好吧，开。那会不会很粗鲁？没关系，盒子你一定会丢掉。怎么呢？什么呢 ？Bob， Bob， Bob， 哎，还要再打开才知道。好像。哦，是这个啦。还行还行。还行啦，你就是喜欢两只眼睛圆圆胖胖的。Yeah. OK， 耶、yeah. ！所以他叫什么名字 ？Auto， 他叫 Auto。对对对，付钱喽！哎，走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拜拜。